看能不能睡他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他好慌哦，慌了，不用睡了。只要赢到墙边撞墙啊！不是啊，两个在，两个在头，两个在屁股，然后你就，嗯，水烂。睡了，哎、欸，没有睡，啊，我都没有，不能睡了，中间有停手，吧。嗯，你可以撑住啊，两个远程的，啊，好，他摔下来。老板你啊哔哔哔哔哔，每次都是他也在说倒吧你对，我在帮他翻译，刚仿佛就是那种
动物沟通师一样。真的啊！不知道从哪听到的声音。刀疤你，刀疤你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一直被 HT 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？然后嘞，我把耐震装错了，变成那个耐冲。不想耐冲是不是？还不敢冲啊！不是我一直被他突然从单从后面一直打，我想说奇怪，不是我装耐冲吗？没有，大家都我装啊。哎呦，还想灌啊？以后开场先灌大家，看有没有装错装备这样子。就我垂直来打你们看看。我已经没来冲啊，我躲那么远。我还有不会跟他们接近。挂台洗澡，拜拜。哇！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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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了。断尾了，太挂了。他哭得好可怜哦。由下往上射。宝杰，你怎么看？什么保洁？保时捷，你怎么看？保时捷，看什么看？他都快死了。有路上很多植物让你采，对，我正在采，一路采上来。我没错，我现在就是一路采上来。我先慢点去。我的任务叫我跟你要钱呢、欸啊。希望你要得到。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给我钱啊？啊？啊？等我想給。哎、欸，孔明的陷阱继续喽。预判，我放这边。我来，我踩完了。哇，我桶子是歪的。那这撬这一根出来真的很好笑哎。孔明要多久？采草采多久？是你允许我采植物？我允许啊，你采太久。来，你要放哪里？找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、你放，你来，马上哦，要马上，要马上哦！我很马上。你，我刚刚好像看见石头往爆弹打哎、欸。我不知道、啊，我就是全弹发射啊。我知道啊。你是贯通弹吗？不知道石头。好。完了，这孔明的陷阱。
带啦，太恐怖。啊死了，被灌死了，灌惨蛋。从小单换到大厂。建筑机，哎，他头没爆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有吗？这头没爆啊，哪一桶？什么哪一头啦？我说哪一桶啊？哦，他不是说哪个爆桶没中？我没看到有爆桶啊。我说他头，他头没爆。天。我想说什么东西没爆、啊？我的天哪！啊，他的头啊，我听成桶了、啊。他的桶没爆也很奇怪啊，谁的桶？我在疑惑，谁的桶？你只在意他的肠子而已啊？有可能，挑战加护，麻痹主二。哎、欸，我更新小金哎、欸，小金，更小金，更小的，可以开大金给我吗？你说在同一场吗？有机会呢。模组啊，什么模组？在一场啊。上次遇到一只大只的，很兴奋的把它打完大鱼，真的棒。我跟你啊，那一场是我跟你的。哦。对，好，我跟你玩。哎、欸，好大只，还蛮大的，没错。只是不是大金而已。我要白金呐、啊！啊，白金，呀，白金。冰之空，残金。为什么又长痘痘啦？在熬夜啊你！什么熬夜还不是你们害的？哎、欸，不能这么说，是你自愿陪我们的，我吃爆头巾保险。好，熬夜猎人。已经不能再熬夜了。你这个不能熬夜的，不要羡慕我好吗？他熬夜就没有工作。我是不会熬夜就没有工作这么严重，不好工作是真的。不好工作是啦，有一次我真的是妄想，之前在那个全联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要跑去夜唱，然后本来约好是要夜唱的，啊，结果前一天我们店长突然叫我去支援，然后继续夜唱，唱想说就干脆不睡了，唱到早上，本来他们说要唱到天亮，就唱到四点就说不行了。我说干，那剩下这两个小时我就要去上班了，我要干嘛？然后就睡着了，然后只睡两个小时，我就整个一整天就很像是在嗑呼麻一样，就整个人恍惚在那边补货。对，我很常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们那边的副店长也是很年轻的，就是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请问你是哪个店的？”我想说，干是我做事太慢，还是怎样？是被要去告状吗？还是怎样的？就很好笑，嗯，然后后来是过了两天，然后突然就说，你那天去三芝那吧，就那么那种，对，不是三芝啊，那种士林支援嘛。我说哦，对啊，啊，我说我看不会吧，
是不是做不好被骂了？然后说没有没有，你们有一个那个想要跟你要电话什么？哎、啊，我还真的给啦，那、啊、可是他也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过，都是我在妄想。还敢妄想？嗯，参考用的电话。对。因为那时候他，因为我们那间店是，就是年轻人有够多的一间店。通常年轻人多就是小团体也多。没错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早晚班分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店长又叫我去晚班当卧底。当卧又卧。叫监视好他们，谁没有做好就跟他讲之类的。那由于就是晚班的那群死学生，就是疑心病就真的很重，然后就开始排挤，有没有各种排外？哇，对啊，就干脆不睡会比较好啊。那后来就是那群好像发现我是卧底之后，跑去跟店长告状，就说什么我晚上都什么货都不补啊，什么鬼都啊，开始骂。我说哇靠，现在是来这一招是不是啊？阴暗的社会，大家互相猜忌。哎、欸，他直接过来了，那直接过去啊，撞那个啊。对啊，那个不是假。没有，他右边的那个是真的，他的右边。哦。交给你了。心里抖了一下。喂，啊，是你啊、喔。哎、欸，是你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下一个哦、喔，下面一位换人撞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手好像不动。啊，他跑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投投。敲。啊，晕了，没救。nice， 跳下来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打了？欸、那个受伤晕的。我去试。受残族引过来的。哦，这场有受伤。那我想说，我怎么可能我的冠通会晕啊？生气了，负责软的。哇！我直接睡吗？好。哎、欸。没办法。没事。难道我要喊？吃的。干！每次都我要死，我好不爽啊！我站很远了啊！我爽了一点点。最难死的那个死了。谁 ？Nice 哦！你怎么会死？笑没？我突然间就死了。超重棍之死！我操！你撞吗？撞啊！直接撞啊！他来这边我没有怕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欸、靠腰怎么在手？哎呀！换你，快上！有，怎么零售不止零售业好不好？任何地方都会有小圈圈。你看，你光是你们班什么的，小圈圈无所不在。只要是工作都会有，朋友圈也会有。你只要看看我们这边现场四个人，一定会有小圈圈在。有啊。对啊。像他们那时候偷偷打都没救我，然后理由都是说我看你们满了。小圈圈中的小圈圈啊！罪狱。我来吸水了，光胎吸水之术。完了。没怕，不怕。没事。我用我的意念控制了他。有，应该吧。罪狱走了，你看。你们这群小圈圈赶走了他。罪狱是谁啊？我不是罪罪。罪罪叫罪罪啊。是吗？那真的不知道了。就不去吗？是吗？所以他是因为啊，原来还有猫之翼在。啊，你看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小圈圈排除了猫之翼。然后等到我去睡觉之后，就换猫之翼跟他们一起玩。你看，这就是小圈圈，这是良性的小圈圈，是因为刚好缺团。恶性的小圈圈就是趁那个人不在，就狂骂他。我常干这种事情。啊，对，我没有剪，对不对 ？HTT， 教主动物软脚。他都骂我。
好了，除了头都软了。啊，贴墙吧。啊！喝喝喝，我喝。我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过来了。哇靠！他到底你要不要来啊 ？HTT。我不能收你，我你觉得我能收枪吗？我们的小圈圈永远欢迎你。哎，他又回去了。你快点啦！我想收枪都不行啊！你过来补你嘛！我一收枪就跟你一样直接死掉了。不会啦！对不起，再一下。啊，没关系，没事。没了啦！徐光子没看到你在头上啊？不是我。我刚没看到有人在头上欸，有人在头上吗？不是只有你吗？对啊，他刚刚他怎么会？哦，是他自己转吗？他自己转的，他自己转的。我想说，谁在另外一边？我怎么没看过他？没看到他。啊！假摔！我不妙的预感。没事，还没。不。麻的。每当我这么想，我又仿佛听到 Licky C 啦之类的声音。知道是不是？怨念这么深吗？就像这样子，就像这样子。我跳，我下不来，哇，好恐怖！看来你有成为海贼王的资质啊。怎样？听得到万物的声音吗？哦。我听得到荷是荷包啊，对，荷包在哭的声音。是，这个我也听得到，每个人都听得到。就是你了，滋，雷雷果实，神艾尼尔。啊！转头就喷我，敲你头。神的语言，是啊。神的语言，嘎啦嘎啦嘎啦。球。不接近了，每次接近都死。不接近又说，哇，臭海鲜，你只会远远的补都不敢打，丢锤子的脸。哎，我体力。好。吃。有，我感受到。我加上发现我的体力超短，没事啦，就说要喊啊，喊我马上吃哦、喔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说立刻马上。我知道，我说你们就马上喊。谢谢你。哪里？尾巴或翅膀都可以。好，快点！你们快点。好，谢谢小型魔物。他醒了，啊，他掉了。那行了。快醒。和卫星啊！我看他刚刚没有动啊，我以为他睡了。他又把我往前推，低能龙。你是钢龙啊？啊！被射了。啊！对了，哎呦！这一次算你输。哦，没事，没回家。啊，最最为什么走了？你是因为受不了小团大团体吗？这小团体太大。对啊。看你们没事又拍吉他。你在那边，你这边，你看，就像这个醉醉，是你讲的。啊，他怎么下去了？他上不来啊！妈，突
兔窝乱源，就是你的。没错，我就是乱源。而且还不兔窝的。好。你最乱。还是做我最乱。我就是间谍。是。我就是派去跟班，我就是派去夜班的那个间谍。啊！又来。晕了。好、哦。节操喊出了胜利的英文 ，winner。winner。没有。没错，我就是臭海鲜。哦，第七是断线的。我到他掉头了。人家陪醉醉打啦，不要休息。靠，人家搞不好也是明天要上班的哦。有了啦！原来是不是要玩了？看这边，尾巴有来啦！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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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贯通，贯通弹，有，贯通做。哇，一堆七七七耶！聊天室，我被电焦了，焦啊！转回来。你看厉不厉害？哦哟，我以为你断线呢。我没被冲走，发小，等一下要补人呐、啊。我刚没被冲走啊。我手被，我视力也被中断。那个贯通弹的，有密钥啊。他爽，他是要爽开的。嗯。没有吧？他跑到那个位置，感觉没有抽起来。有，我看到了。怎么抽起来？抽起来。撞他撞他撞他，不管红眼要撞。Winner， 看又惨了 ，Winner。哎、欸，受残族。这场的受残分布这么多。四个点啊，三个点。嘎啦嘎啦嘎啦，我看嘎啦嘎啦骷髅了。继续下来是吧？他说不准的，你不能打我、哦。陪黑月打 哦，有啦，他们有他们的 小圈圈啦、啊、没事。他们有小圈圈是不是？对，没有没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们兔窝的圈圈真的很多呢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们兔窝这一个叫圈圈的啦。他那时候睡觉长得跟统神有点像，他那时候趴那个累到在 KTV 那种睡着。然后我就是这个角度看，哎、欸，你看他像不像童神？然后另外几个托说：“干你白痴哦，我回不去了。”就原来你才是乱源，就我是啊， yeah. 我是托最乱源，最大乱源集团。
欸，这场我没看是大小金欸。好多王凯玉哦，太多了吧？还有有明星原始战，他给我六颗王凯玉。去怕你缺啊，你不是缺很多吗？防风回避，炎魔攻击，没有大小。哎，要休息是不是？十一点了。我休了。我也差不多啦。是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早点休息，因为我明天下午要出门，我怕我睡到晚，睡到下午。睡。OK， 感谢今天的收看，今天就是开到11点了，嘿，没错。那精华就一个礼拜后再看吧，今天斗争的那个精华，嘿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波波。